主料，马桶两个，鸡蛋两个，辅料盐二分之一小勺。制作时间十分钟内，准备两个马桶，两个鸡蛋备用。马桶切片，鸡蛋打散，并加二分之一小勺盐，蛋液只与涂抹于马桶片上，放油锅上煎至两面金黄即可。烹饪技巧，中小火煎至不容易糊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